啊，蹲下啦，赶快穿鞋子啊，蹲下来啊，师兄这是提振啊。地震那个生死之间就3秒内而已啊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真的发生的话要赶快啊，像躲枪战一样，对不对？趴地上，啊、哦。用手护住头最重要了哈、哦，头被打到就变白痴了，手被打到手断掉而已啊、哦。你要。比较虚寒的，麻烦你过来看同学当天的身上装备，并请用疏风护住头。帮我关电灯，不用关，关电灯就好，好。那我们再稍等一下第二年级各班开场的回报。